刚刚你们有在唱吗？有。哦，这边有人比较诚实说没有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那怎么办？等一下用更大声的还我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不是只有一首歌，还是两首歌的，所以我一定要看到你们张开嘴大声唱为止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哦，这边好大声，感觉是没有什么问题。中间的朋友，我来看一下，今天都没有关心一下你们，看一下手就好了，不要紧张。那不然来点小小的欢呼声，中间朋友预备起。有 feel 了，虽然是非常温柔。这里的呢？还有，太好了。我跟你说呢，接下来这首歌有一个很恐怖的部分。怎么样恐怖啊？就是需要呐喊以及飙高音。有没有很会唱歌的同学？啊，今天刚刚有看到很多乐团，让我想到以前我念，怎么笑这么大声？让我想到以前在学校玩乐团的时候那种热血的感觉。所以今天现场的人应该都在心里埋藏着热血，准备要呐喊了。接下来这首歌，我想想看，它其实有一点点。哦，他没有很摇滚，但是他非常的嘶吼，唱出第一句你就会知道了。希望副歌可以听到很多人的声音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啦？拜托啦！好，那就来哦，放前奏预备起。